大家好，上一次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卡西欧在30年前发布的一款专业合成器 HT6000， 它温暖的声音成为了 SD 音源的标志，令人印象深刻。但是 HT6000 定位于专业的键盘产品，它高昂的售价在当时一般的家庭是很难承受的。那么今天我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卡西欧在 HT6000 之后一年发布的家用电琴型号 CT660。CT660 呢是在1988年发布的，它搭载的是当年卡西欧最新研发的 CD 音源。那这款音源呢使用的是 NEC 的 D938 芯片，运用了 Pulse Code Modulation 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PCM 技术。而卡西欧的 CD 音源呢也成为了第一款将采样技术运用在民用电子键盘领域上的音源。它音色的真实度以及音质在当时的同价位甚至是更高价位的产品中都是极为出众的。在1988年，搭载 CD 音源的四款产品被引入中国进行销售，分别是49键的 CT370 和 CT460， 以及61键的 CT640 和 CT660。那 CT660 在这四款产品中是功能配置最为齐全的一款。CT660 拥有61键全尺寸标准键盘，触感非常舒适而且安静，但它并不具备力度响应。当时的家用电子琴呢，都是不具备力度响应的。音色方面呢，它拥有30种直选面板音色和20种自动伴奏，打击乐音色呢多达49种，比之前任何一款产品的打击乐声音都要丰富。节奏的声部和自动伴奏声部的音量呢，可以通过推子方便的独立控制。在这个系列上，首次实现了音色叠加的功能，通过各种的音色叠加呢，可以生成465种不同的音色组合。因此，这个系列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465 Sound Tone Bank。也就是465种音色库的意思。在 CT660 和 CT460 上还预置了8种不同的音效，例如海浪声、鸟叫、汽车声、鼓掌声等等，可以为我们的演奏加入很多不同的氛围，非常好玩。除此之外呢，注册记忆存储功能被卡西欧率先的应用到了家用电子键盘产品上。它一共拥有4个注册记忆存储位置，可以在演奏中方便一键切换音色或者节奏等设置，非常的方便。另外，它还有实时录音功能，可以记录1250个音符，以及自动和声功能。最让我们难忘的，莫过于它的示范曲《Nightbirds》夜莺了。这是80年代英国著名爵士 funk 乐队 Shark Tank 的热门单曲，曾经风靡全球。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听众呢，更好像是卡西欧电子琴让这首夜莺家喻户晓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卡西欧 CT660 的音色和自动伴奏。Thank you.
最后我带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这款80年代卡西欧经典电子琴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欢乐。